病无萌芽，别注摇唇药，就会加林三立在台湾故事心灵的主持。今仔日来向萌芽啊祈求，会当出我平安。我伫咧未来的日子，啊伫咧台湾四界走动出外景的时阵，会当记录搁较侪台湾文化甲在地亲情。今仔日嘛要向萌芽祈求，请萌芽会当替我解运，我伫咧未来的日子会搁较平安顺利。陈水啊，要小姐主放开刀。是的，欢迎收看《在台湾的故事》。边在我旁边的呢，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耀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耀。恭喜你。哎，对对对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在台湾的故事，然后你要被 Q 走还是？对对对，我要被 Q 走，别生气。我等你啊！等一下。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等一下。哎，耀哥，多多照顾一下，我发专辑啊！最近没来问耀哥，耀哥，哎，耀哥，来我这小艺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最近在演自由年代的。是，谢谢耀哥。李国毅喜欢你呢。傻我不知道李国毅喜欢我哪里，但你可以问我喜欢李国毅哪里。那你喜欢李国毅哪里？全身上下。他全身散发的魅力啊！真的，纯耀就是一个非常属于城市和平民和乡间之间的小孩，在你的身上仿佛就闻到了一个稻草的味道。哇，有草原的味道。哇，有。